来，讲这小孩变家呢，我嘛想袂到。有个人个一阵通路，还是有看煞，稍微去丢去，啊，爱看就可以看，无办啊。这间万代吼，是来我接手来吼，我一个月开销要150，时代的进步啊，伫投资伫改变的呢，落嘛要可能我要7-8千万呢。因为这3年多，一工做2-3千啦，啊嘛无法度拄着啊，唔敢啊。都愈来愈难，愈严严重，可能是栋房子，你知道吗？今仔日是民国111年5月30日，是我万大福电影院开门的最后的一天。当初这个咱头前戏台门口吼是徒步区，人山人海，车拢袂当入来，会当用行尔，比较像当初皇家。迄时阵，迄老宅呢，慢慢阁摆落，摆到尾啊，才无啥物人啊。出来我着阁重新改造，因迄时阵要做舞厅戏台吼，真少，啊，阁合我的口味，啊，送我迄五个厅，我着做几啊几片。我重新甲做收人较热闹，本来拢做收人诶，啊，一段生意我歹，卖掉我着阁改艺术电影较热闹诶，培养起来我甲人潮阁带倒转来，从谷底我又倒起来。比如讲，一天4-5千票。迄早期，你讲民国70年迄时候，咱个国语片吼，足好个。咱个台湾观众是真济。我会记我早期70年，迄时候我去泰国看泰国片个时，感觉脚步着足歹啊。但是即摆人时代咧进步咧讲究，空间阁比咱阁较好。万大福戏台是民国70年开始，今仔日拢总差不多41年。迄时阵是我经营的，民国70年吼，伊家己咧经营的是迄是违法，因为就是生意好，才会违法。五厅变到8厅，愈侪厅愈好。我是民国74年来台中经营中生戏院，啊，81年甲经风中戏院。迄时阵也无 KTV 啊，无卡拉 OK 啊，因为咧娱乐是看电影尔。啊，85年才来接家。我接手的是，本来电影院一厅是几位啦，我拢厅600-700位啦，即马改到剩240。较早电影院椅啊，你想讲这椅啊真细只，啊，即马电影院内底椅啊拢很大只。时代伫进步，啊，伫投资伫改变的呢，落嘛要可能我要7-8千万呢，甲即马来讲一间戏台陆陆续续安尼。我16岁就咧西门町啊。啊！我为底层拍戏的时阵，做到我做兵当，啊，家己经营电影院。我为宜兰经营到屏东去。我第一间电影院西门町白沙戏台，你们知无？白雪戏院。结果发生火灾，我经营2年外，我怎啊转手给人？结果不想乌尾拢做色情片，尾下阁当下参观，起价无赔，内底拢同性恋。因为我当初第一间白沙吼，200位一场卖几百票，你知无？200位一场卖400票，观众来无位好徛，无位好坐，怎出去问看当时来较位？我讲起来5点外，5-6点，伊5-6点才过来，迄无清场的，爽200位会当卖到400外张票。迄时阵做洋片嘛，洋片的观众哦，推广看电影学英文，啊爽人去。对来看电影，看了安尼，迄热开始滴滴热门起来，慢慢就成长起来。卖讲做偌济，几千票啊，3-4千票啊，4-5千票啊，一票两片，啊，一支文艺片，一支动作片啊。美国有人啊，甲油菜总爱两次零，像这种文艺片，搁大剧片，甲做伙演2个月刷，搁过车2个月，啊来搁演，搁演过后个。啊，上迄时阵，我着为啊开始电影，着一路我用心经营，差不多半年外着起色啊。一出电影一定爱咧电影院播放，要咧电影院较有迄临场个效果，你看你个感觉，那种感受，因为我无推广个是电影观众个流失，
像你讲，我有户外电影，我去遐营区啦，去学校啦，啊，我放电影，我呢，我搁带一挂电影票送伊，还去比较讲，哦，电影原来咱咧看块咧外围，你看的电影卡，迄电影伊无同，差有够侪。跟电影伊上新个重要爱新事发咧出来，不然像甲这年纪啊。要六十了嘛，吼，啊，到这都已经八十五年，到即摆呢二十六年啊。这间万代吼，是来我接手来吼，足大个就是讲，我有法度培养等于一个月来几啊千个人来我这看电影，啊，拜六礼拜三四千、四五千，啊，你个入一个一个月面几啊万人。啊，有拜迄个头早入去看电影，去掠着无？有啦，嘛是有啦，哪会无？有个人叫位内底位。一阵通路啊，就来拍门拍开，啊，就看煞，稍微去场戏，啊，爱看就可以看，无办啊。啊，这个员工较注意，门爱锁好，关好势。我头过一个中医来，要来看电影，伊讲伊做学生来看电影，看啊，今嘛听到讲我要关起来，舍不得张家约我过来甲接待。意思要甲安慰讲，啊，既然呐无解了钱吼，希望我们再支撑下去。我一个月开销要150，喝了几栋房子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这三年多，都愈来愈落愈严严重，一工做两三千啦。那个马桶冲水器歹，叫人来换，开4800。我讲我三千，搁4000，我贴1800块。哈哈。啊，你当时什么心境？啊嘛，我都拄着啊！啊，你冲水器歹，你漏水，你无收，你嘛唔是办法啦、啊。我只有开出来啊。员工确诊，我逐工中昼暗顿爱买好食，薪水照领，小姐还是照领全薪啦。啊嘛，我都啊，你讲咱要甲员工要计较安怎？啊是，讲这小变安尼，我嘛想袂到。即嘛主要无了钱为原则。这家己的，唔甲真坚持这三年话，我当初也做我行业就好，我哪个坚持咧？啊，爽就是讲，这社会做出这大的贡献，这大的名气，贡献嘛是一个力做啊。爽在期待吼，唔知当时等个重新再开门，大家拢在期待啦，大家在问啊，啊我讲未出来，因为疫情安尼吼。健康的身体较重要。